Thank you, Professor Tsai.为推动台湾与泰国经贸产业学术交流，台湾科技大学团队到泰国台湾会馆发表科技产业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成果。驻泰国经文办事处代表童振源表示，台湾在研发和教育上有许多优势，目前也正在进行台商人才培育调查，未来会开辟相关课程，培育台商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以利产学合作的推动。我们在研发，在整个教学上都有蛮大的优势，如何运用这些优势来协助台商的发展，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面向。目前台科大研发成果获得各国专利的项目已有844项，台科大技术移转中心希望借这个机会介绍泰国的台商及学术界。童振源也指出，台泰建立了双向教育交流平台，提供产业和学术界整合交流。我想为了要加速我们讯息的传递，人才跟资源人脉的传递，所以呢，我们建立了台泰双向教育交流平台。目前台湾已经100多个大学已经加入，同时我们也跟泰国大概有50个大学已经连线。那么同时还有国际的学校，还有台北的这些侨校都已经在里面。泰国台湾会馆主席张文平则强调，旅泰台商所经营的事业非常广泛，希望透过更多的交流，引进台湾的高阶技术和专业人才，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